文东金马苏新村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军警来封村，现在军人已经在弄着那个铁线网了，目前还在处理着。也有很多那些一些村民弄回家，怕回了家出不了来，刚刚在路口开始，现在一直在拉着网了，军人在拉网。这个是金马苏进入玻璃口进入金马苏其中一个路口，在那个陈深路的后尾，现在他们在负责着第一项的开始在拉那个网了。